好，我是露丝，我都纹了美业了。今天呢，就是在家里收拾行李，然后准备去泰国游玩。给大家看看我主要是带了些什么东西。墨镜，包包，我的化妆袋，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用的。然后防晒，面膜，这是为了泼水节而准备的防水袋，两顶防晒的帽子，长袖的这样的雪纺，然后整理衣服，怎么就让它装的更多？拿了两个箭头，然后这样对折，然后把袖子这样理出来，理出来再往这里放，可以放下来啊，就寿司的那种，你这么觉得？就把它看塞在这边上。就这么一点点儿。哦，还有这个脱毛仪也是我必须要带的。像去泰国这种露胳膊露腿的地儿，不得把毛脱干净了啊？这个也很方便，而且有个小袋儿，这个一插就可以用了。滴，这个是自拍杆，噔噔噔。我包里会带什么吧？我的证件照，来泰国一定要准备两份的这个证件照。带下的化妆袋，还有就是我随身带的眼影，除了这个盘，还有就是 UKIS 他们家的眼影，就是很小一个，就很方便。到，哇，好专业！哇，这个首饰一出来，哇！还有就是这个了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推荐一下给大家，这个睫毛定型的，这个我泼水节那天我一定会用这个，就不用再画眼线了，就不会晕妆。我的 vlog 营业啦，我们马上，我的 vlog 营业啦，马上出发去泰国啦，希望玩得开心。我们现在已经从上海酒店出发去机场了，今天就去可爱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。登机啦，上飞机啦，我们去泰国了。上飞机了，然后呢，刚刚在免税店买了一点东西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买了一个这个娇兰的这种香水的小样，这种其实出差带都非常的好使，然后还买了阿玛尼的这个防晒，就是很薄很轻，香奈儿的一个188一个颜色，很好看，装起来，拜拜。小娃你好，我们到泰国了。然后，据我上一次来泰国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，然后现在我们要通过海关，然后填表。这种不可以，就那种
气压超强的那种，撕的脑门脑瓜子嗡嗡响的那种。加油！的酒店，你看这边泰式，这边是英式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喜欢中式，有油条吗？这就是脂肪的味道。泰国粉，泰国说我开动了。假装。这种花妆是哥哥的吧？刚才帮我带了什么？在后面。带了刷子。很精致。我会随身带一个粉饼，就是出油的时候饼压一压，然后就是防晒喷雾喷身上，然后还带了一个帽子。防晒的，还带了多少家方便拍照用的，然后酵素，这个是救命的玩意，还有墨镜，还有那个假发，还有羊驼，没有了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去泼水节现场看看吧。百公，这边是健康中心，里面是很多
jump in a relation. Hi, 你们好，我叫 Tidy。 这像不像穿播点的舞？You speak my lingo, we don't need no translation. I never need a break, cause we feel like vacation. U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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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p. 我喜欢这个。好，给我家狗买了两只。哦，这好可爱。She's got a heart, big as a whale. A love like that can never set sail. We've got a thing that you never can take away. 杯子。不要了。这个好看吗？哦，小猫猫好可爱哦。喵咪，喵咪。啊，美猫太适合我了。变色的唇膏，怎么说？
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。我现在来到了吃吃吃的第二站，河畔夜市，也叫摩天轮夜市。大家有看到这个高高的摩天轮？你闭上，我们走。